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时尚界的新皇后杨幂加盟 LOVE 全球大使阵容，这位中国女演员杨幂即将成为时尚品牌罗意威 LOVE 2024年春季时装秀的特别嘉宾，这一宣布让时尚圈为之振奋。杨幂以她在影视界的杰出声誉和对时尚的热情而闻名，这次成为 LOVE 的全球品牌大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巴黎时装周期间，杨幂将首次亮相 LOVE 的舞台，为2024年春夏女装时装秀增添光彩。这个消息引发了全球时尚界的瞩目，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的时尚风格如何为这场盛会带来新的灵感和活力。LOVE 的创意总监 Jonathan Anderson 对杨幂的加入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非常高兴杨幂成为我们最新的全球品牌大使。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与一位激励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文化偶像合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杨幂的才华、风格和大胆精神将如何使这次合作成为现实。双引号。杨幂也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她称赞 LOVE 创意总监 Jonathan Anderson 对卓越工艺的奉献。她期待与品牌建立鼓舞人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先锋时尚理念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杨幂的演艺生涯充满了多才多艺，他在诸如王昭君、玉心宫、三生三世和十里桃花等标志性角色中的出色表现已经铭刻在中国娱乐史上。通过与 LOVE 的合作，他将继续激励全球数百万人，展现他作为当今时代人才象征的魅力和个性。这次合作将成为全球时尚界的一大亮点，引领着前沿潮流的发展。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